不想你不曾秘密，我还不敢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经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怨的关系，温度的一瞬间的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出回忆，折了伤心明天几次困了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占据。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坚
哎、欸，我的 BGM 哦，对不起，我想说奇怪，我 BGM 怎么没声音？等一下，我要把我的音量开大一点，为什么感觉我音量变好小啊？嗨，各位三点 ACU 九，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安，晚安，我是珊珊珊，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歌回，赞赞赞，大家晚安，晚安 ，OK， 好啊。这个呢，谢谢就是水梨的 SC， 空漫哇，今天的喉咙状况又好一点嘛，感觉刚才是有点哎呀，要多喝水，哈哈好。其实我旁边有放饮料，对，但我会多喝水了，有比昨天好一些了，昨天唱不太出声音，今天还算 OK， 我相信应该可以再开一点点哦。好，不好意思哦，因为那个我们城堡在大扫除啦，所以刚刚那个出去避难了一下，然后扫完就赶快如火如荼的赶回来了，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等了非常久，真的很抱歉，耽搁了大概一个小时多的时间，不好意思。欢迎五一五的烤肉，五一五的烤肉，欢迎五一五的烤肉加入我们拍啦，欢迎你，谢谢新送出的十个灰机，谢谢新，恭喜 Hana 获得新送出的灰机，恭喜黄七七获得新送出的灰机，恭喜 Wen Ruling 获得新送出的灰机，恭喜逍遥获得新送出的灰机，恭喜追光获得新送出的灰机。恭喜 Alia 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恭喜 Chu 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恭喜佩林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恭喜佩珍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恭喜香蕉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恭喜你们，谢谢，再次感谢新送出的十个汇集，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拍档的组织。OK， 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各位餐厅 C59， 各位拍档们，大家晚安晚安，我是珊珊珊，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连假前的歌回，好赞好赞。OK， 好，然后呢，我后来发现哈，这个封面有点那个标题啊，跟封面的内容好像有点怪怪的，奇怪，我是我的问题吗？眼睛业障重，而且这个标题一看就是有问题，我等一下把它改掉，我等一下下播我就把它改掉，什么说到做到，我的封面表示要继续人体 BG， 别你们不要相信，你们不要相信那个封面，我的封面会说谎，对，等我一下，我要拿一下我的乌龙绿。不是，我的乌龙绿都没了，我剩珍珠，我剩一堆的珍珠，我等一下再去冰箱拿饮料。不是因为刚刚实在是太赶了，赶着要回来开台这样，所以呢，就是大家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哦，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不过现在都好了，现在一切都很好。然后呢，刚刚的第一首歌《想当 BGM》，不，你们说我吗？抓人入会，欢迎欢迎，谢谢心，谢谢心，还有欢迎被心狙击到的十位拍狼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组织，欢迎你们。我三公举说到做到，所以我等一下改掉啊，放心放心。继续当人体 B 卷挺好的，他又没有邀我，他如果有邀我，我会去啊，但是又没有邀，不要用这种方式邀，好吧？入侵我的封面，然后那个，然后做的好像是我那个主观的意识，我的主观意见很想去一样。欢迎 Chi 加入我们拍狼的组织，欢迎你，欢迎你。不好意思，我吃个珍珠，因为不是我得讲哈，我个人的意愿也是非常的高啦，我真的很想要去，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能够这样子弹，边弹边唱边聊天，然后还可以成为一个 BGM， 那个感觉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其实我个人的意愿也是挺高的啦，我自己是觉得很新鲜，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没有人跟我讲他在，怎么没有人跟我讲，差点被我的珍珠噎死这样的。OK， 好，好烦哦！我被你们听到我在嚼珍珠。第二题就要想好了，你要问我啊！你不是用这个标题假装问我，你知道吗？不要 pretend， OK？ 你要真的问我，不是用标题让我答应欸，你这样子是自导自演，你知道吗？你真的是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当视而不见欸。如果好看到了吗？如果被啊，OK， 好，我来唱下一首歌。我刚刚已经想好我下一首歌要唱什么了，可是我竟然现在又马上忘记了，我的妈呀！到底为什么 ？OK， 好，记忆力不好。我们来唱这个好了。这个歌呢，
我觉得它挺好听的，但是应该一阵子大家没有听过了。嗯，抓一下 key 哦，等一下。嗯。OK， 这个应该。OK， 来来来，我们来唱歌吧，我们来唱歌吧。哎，来来来，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哦。我们这边在庆祝连假啦，对啦，每个梦都值得庆祝，每个愿都像许愿的蜡烛哈、哦。来，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歌，会先帮我按个赞，先帮我按个喜欢好吗？让我们希望可以被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看到，你知道吗？就是演算法。OK， 好，来第二首歌。
淅淅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追月默念的侧脸，你绝对看过一眼，你骄傲的飞，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当爱越的想念越过我昨天，在我成熟的想念，你却未看过一眼。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看到，等一下，好，等一下，我要怎么回溯？等我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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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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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 Hannah 送出的，谢谢 Hannah 的 SC， 祝端午节快乐，等等刷一波。谢谢 Hannah 的 SC， 谢谢 Hannah 的会员的这个是卡特林机关枪嘛？这个是，谢谢 Hannah 送出的，现在累计多少个了？谢谢 Hannah 送出的150个汇集，我的天哪、啊！好，来来来，来 ，OK， 看一下哈。恭喜、哦、我要把字放大一点，不然又看不到了。恭喜获得文情，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小周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哦好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婷啊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瑜伽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英饼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Kellen 是这样念吗？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雨云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Nico 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Nico Link 获得哦，两个 Nico 也连续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Sherry 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Rail 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我是 Tokyo 不是 Tokyo 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Rock 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Asuka Sato 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巧克力猫猫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Kole Bunko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素心真资料家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金秀获得 Hannah 送的。恭喜恭喜华琼星获得 Hannah 送出恭喜，再谢谢 Hannah 送出的第二个50个汇集，恭喜 Juicy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宫村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Mio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雨晴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Yao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这个 Zuki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雨梨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伊诚伊登狐狸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松鼠酥饼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蔡佩佳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我念到哪边？恭喜宁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Gamma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Lee Moe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NDYA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Zimo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Liao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Haruka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念不完。恭喜 Lulu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蓝包包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子文理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梅梅子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敏姬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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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到哪边？恭喜哪边？恭喜恭喜恭喜！这个是落爵，是落爵，对不对？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香甜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默默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新配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燕莎绿豆碰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这怎么念？完蛋，真的不会 I L 这是 I 吗 ？I。I say 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微风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如意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玉泉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思林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雨雨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林英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PQ 先生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嗡嗡嗡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雨轩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柚木获得 Hannah 送的汇集，恭喜 LPE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宁获得
Nine 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 Jane 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Yes 怎么念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吐司边边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 Yellow Love 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高小飞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一零四五啦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七草海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雪彩获得 Yuna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哈四五啦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 H 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 Who K 获得 Hannah 双色会集，恭喜 Hell 这一定不是这样念，嘿。Helene 是吗 ？K 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 May 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 Zone A 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再次感谢 Hannah 送出的第三个五十个会籍，恭喜 Jaline 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这个阿光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冉暗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迅猛龙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玄叶白雪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白雪羽毛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宁宁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茉莉小白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慢手烤肉好吃获得 Hannah 送的会籍，恭喜这个。鬼鬼获得鬼获得黑拿双色会集，恭喜 Linus， 这超难念，Linus 是这样念吗？获得黑拿双色会集，没关系，就这样。恭喜圆圆获得黑拿双色会集，恭喜 Miao Nico 获得黑拿双色会集，恭喜青 L 获得黑拿双色会集，恭喜韩获得黑拿双色会集，恭喜明论获得黑拿双色的会集，恭喜 U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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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 Lulumi 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李圆圆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 Ming 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人法吹泡泡之术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 River Jane 获得这个酱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苍华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七七花露获得 Hannah 送车的会籍，恭喜 Rachel 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 Yuki 获得 Hannah 送车会籍，恭喜谁家的孩子获得 Hannah 的送车会籍，恭喜 Wami Omi Shao 真的吗 ？Wami Shao 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康纳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梅布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彩彩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这个阿哼，这个我真的不会念，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一零获得零一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佐茶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Nuki 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安博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蝴蝶儿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完蛋了，被打断了，我找不到了，怎么办？怎么办？等一下，我念到哪里了？完蛋了，不见了，去哪里了？不用念吗？我都已经快念完了，我快念完了吧？对啊，我找到了，我要把它念完，我们有始有终嘛。恭喜这个 One 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第九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轩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这个夜末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雨辰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 Tausu 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西点面包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佩仪获得黑娜收视的汇集，恭喜 Shara 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 Edward 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 Fiona 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 Mao 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 Janice 获得黑娜送出的汇集，恭喜Charlie Chan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Hi Noki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Ruby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MN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Iman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Ruby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思彤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阿盼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这个 Lam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花丝普里获得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浩伟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荀宇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陈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Zoe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谢谢 Hannah 的第二个 SC， 不用念啊，不用念，不是，我们快念完了。恭喜鹏鹏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和平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Rainy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奇珍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英版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迪拉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等下我以为要念完了，恭喜雷子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是不是快没了？恭喜小草鱼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文月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 SZ 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刘东儿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恭喜月月的获得 Hannah 送出的汇集。念完了 OK 啦，轻轻松松简单单啦 OK 简简单单的爱过，可以统一感谢我会收到恭喜各位蛤什么东西可以了统一感谢及恭喜各位哦，你打错字是不是？恭喜各位收到汇集的3.14159们哦，你要帮我喊咖是不是？不要，我要虐，不，我要念，我要念，我念完了，不，谢谢，再一次谢谢 Hannah 送出的150个汇集，谢谢 Hannah， 这个是端午节的这个福利，谢谢 Hannah， 对我有拿到了，我上次就是我有拿到了。好赞哦！我们欢迎以上刚刚被我念到的大家，应该没有漏掉，有念错啦，应该很蛮容易念错，但应该没有漏掉。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这个派郎的组织，派郎的行列，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光临。然后再一次谢谢 Hannah 的150个汇集，谢谢这个 Hannah 的凯特琳那个机关枪扫射。要不是我现在身体微恙，不要再会捶你脑壳，那还不是微恙。我讲那么多。OK， 来，我的乌龙绿都没了，我只剩下珍珠。好，OK， 来，我们来这个啊，我刚刚讲成什么？凯特琳是不是？啊，凯特琳，对不起啊，凯特琳是我自己常玩的角色啦，啊，凯特琳啦，哦，不好意思，是我加特琳啊，不好意思，玩凯特琳平常玩习惯了，你知道吗？OK， 加特琳啦，加特琳啦，啊，凯特琳是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没事，OK， 好，那我来看一下那个，边给你们听我嚼珍珠吼。惠如萱，我们来看看娃娃有什么歌可以唱。然后娃娃，讲到娃娃，我们还不那个，明天放假嘛，对不对？哎、欸，可不可？哦，没事没事。讲到娃娃，那个第一开始，我跟你讲，第一页就有这首歌啦，好不好？能怎么办？能怎么办 ？OK， 好。然后呢？哎，我看一下啊。哎、欸，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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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荧幕跑掉了，还是我们来唱个，晚安晚安也不错哎、欸，我看看哦、喔，今天好像格外开心哎、欸，有吗有吗？肯定我现在身边香香的吧，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聊这件事情。谢谢谢谢水梨的75元的 ACC， 只能三个就成本这么全能些问，哎呀，对不对 ？idol 重点，我帮你们画重点哦，那个 idol， 请你帮我把那个 idol 画起来啊。哦哦，你们有看到吗？你们看到那个我们有扳手那个么呢？有没有那个么呢？哦，玛瑙嘛，对不对？玛瑙水母的玛瑙嘛，那我懂你意思了。好，那我懂你意思了。这个是那个是那个 Umi Life 是我们的那个是公司的要求哦。所以你们知道我也是听命行事啦，好啊，既然没人理人家，我也是听命行事。你们刚刚有看到，你们都有看到哦、喔，我不用设置顶吧，你们都有看到哦、喔。好，那既然说你们都有看到的话，那我也就，也是没办法，因为毕竟你们知道嘛，就是我们也是只能就是配合啦，尽量配合啦，那个么呢的部分嘛，对不对？好，就哎，我也是真的还好，也是真的还好。
爱你一个钟头，只是想关心你呀，要你知道还有我在好不好。哎，可不可以买你的布克拉，我们一起唱歌，一起牵手，一起听音乐。哎，可不可以买你一个钟头，只是想关心你呀，要你知道还有我在好不好。哎，可不可以买你的布克拉，我们一起唱歌，一起牵手，一起听音乐，好不好？把你的不快乐买给我，然后抱一下，好不好？哦，这个么呢？哦么呢？哦玛瑙，玛瑙水母哦，玛瑙玛瑙么呢么呢？哎么呢还可以接什么词啊？么呢还可以接什么词？马妞有这个词吗？马蛮牛哦哦蛮牛啦哦蛮牛啦蛮牛啦蛮牛啦对啦对啦。哦哦，哎、欸，好多哦，哎、欸，迷你，对啊，迷你，迷你，啊，迷，哎、欸，对啊，迷你，哎、欸，好多哦，对，魔女，魔女，哈哈哈，那我知道，我跟你们讲，我们欲盖弥彰一下，为了怕被发现，你们知道吗？所以呢，我这样，我把歌单，我刚刚是，我刚刚唱下了什么？飞鸟和蝉嘛，飞鸟和蝉，哎、欸，我打成寒蝉，怎么是汉蝉？哎、欸，不是这个蝉，不好意思。飞鸟和蝉 ，OK， 然后我们选一个感觉比较像歌名的，我们把它搭上去，好吧？我们选一个比较像歌名的，哎、欸，那个么乐的那个不对哦，我们是么呢哈、哦？闽南、猛男不对，这看起来都不像歌名啊！啊，明年好不好？明年啊、哦，我跟你讲，明年超像歌名的，他这样就不会被发现。明年 ，OK， 好了，明年啦，哈、哦，么呢啦。好啊，为了怕你们看不懂，就这样，好不好？明年 ，OK， 好，完全没问题，完全没毛病。好，这样 OK， 这样不会被发现。OK， 好，很好。猛男不像歌名啊，重点。明天太早起先睡，各位朋友们晚安。好，姊妹给晚安，辛苦了，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连假，连假愉快，辛苦了，晚安。好，我跟你们讲，因为那个。我想说我要换一个心情，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旁边，因为我那个昨天呢去买了非常多的那个香氛蜡烛，就我就买了非常非常多的香氛蜡烛，就同一个味道我买了超多。我因为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味道，然后架子上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然后我还去那个跟店员讲说我还要给我我要再更多这样，所以我现在旁边是有点蜡烛，所以我现在心情是。愉悦的，因为它非常的香，对，而且很有仪式感。我现在旁边就有一个蜡烛在烧，这样子，哦，好香哦，真的好赞，好赞。鬼转歌单，明年，对啊，明年啊，对啊，这样懂的都懂嘛。明天要上班先睡，晚安。好，妈妈晚安，上班，啊，是吗？OK， 好，社畜人生，不会啦，端午节有 double 嘛，对不对？辛苦了，晚安，下次见，连假愉快，猫猫啵啵啵啵。恭喜公主今天又收获了强大的派阳卷，谢谢子木基的 SC， 谢谢大家。好奇是什么味道，是不是？我等等可以发推给你们，我可以拍给你们看，我的这个扩香香氛蜡烛军团们是那个栀子花的味道，对，栀子花，
栀子花白花瓣。对，栀子花的味道，跟大哥一样木质系嘛。我自己其实本人还蛮木质的。哎，其实我是花香，花香，对啊，花香木质，好像没有我驾驭不了的香水，没有。我自己比较少喷的是，比如说那种什么海洋啊、清新的那一种，或者是柑橘类的，我也不常喷。我通常都是花香跟木质调，我比较常喷。我自己非常爱用的香水都是，这两个味道的。对，所以呢，我比较对大哥很木质，很木质，但我很花香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忆是阵阵花香。感觉蜡烛要召唤什么？谢谢芳芳的 ACC， 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对，终于连假了，赞！哦，掌声鼓励鼓励鼓励，真的太开心了，终于被你们熬到了哦，被你们等到了，终于到了连假了，谢谢芳芳的 ACC， 谢谢芳芳，也祝芳芳端午连假愉快，连假赞，连假赞，连假赞。谢谢芳芳，再次感谢芳芳的 SC。 柑橘的话我也不太喜欢，没有，我觉得我柑橘太活力了，所以我不喜欢，我喜欢花香，就是花香，真的就是花香。花香然后还有木质调，我就是看心情喷。对，然后对，就是花香跟木质调。柑橘我真的还好，我自己基本上没有什么柑橘的香水。有啦，我之前买非常多的某一个什么插马龙的牌子，然后就有买几瓶柑橘调的香水，可是就很少喷，因为我香水非常的多，所以有几罐就是永远都不会被我喷到，可能就是会被我留到100年以后它还是在那边之类的。对，所以呢，我对于就是柑橘调没有这么的偏爱，我是花香的。对，花香美男嘛，对啦，只是花香比较贴我啦，花香跟木质调，就是如果柑橘调也是可以，可是就感觉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我喜欢花香的味道。对，连假愉快，我要耍四天费，大家不都耍四天费吗？赞啦。连假完考试哦，辛苦了辛苦了。不会啊，那你们就最后一天再来准备就好了。陈宝变成香水展示鬼。对啊对啊，我跟你们讲，我真的非常非常爱这个，我最近又想要买香水了，还是你们买给我。买。感觉宫崎好像很少发美收其他推文，都是直播的推文。不是因为那个，你们知道吗？我们这边就是城堡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收讯比较不好，要发文就有点困难，你知道吗？我会尽量啦，尽量多找一些那个讯号好一点的地方发文给你们。谢谢绿猫猫的 SC。对，然后反正 anyway， 那个就是花香的香水，我真的是就是蛮，而且尤其是玫瑰的味道，我自己非常就是玫瑰味道跑到我身上，我就是觉得一切都很自恋，你知道，就觉得啊，这一切都好。好美好哦，怎么那么香啊。可以许愿看看嘛，喜欢这个话题许愿。可是我的香水都是买那个非常就是非常非常 amazing 贵的牌子。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于香水有研究啊、我非常喜欢的牌子是叫做潘海利叉。潘海利叉他们家里面有一支我非常非常热爱的香水，然后那支香水就非常的贵，这样。然后呢，因为最近又有点忍不住想要剁手了，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想要剁手，想要买新的香水，可是又买不下去，因为真的好贵哦。就是你知道，花那么多钱买一支香水，有时候真的觉得太奢侈了。你知道，毕竟刚翘家盘缠不是很够，你知道吗？钱没有带，我们钱不能再被我们败掉了。而且我跟你们讲，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我上一次去逛街的时候啊，我上次去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一个苦力帕的包包，就是那个 Minecraft 的那个苦力帕那个 Creeper， 然后呢？它是那个一个牌子，一个鳄鱼的牌子，我就不要讲那个牌子了，就是那个 Lacoste 啊、哦，那个就是那个牌子的那个包包。然后我就看到它跟 Minecraft 有联名，我就走进去逛，然后就那包包好贵哦，那包包原价要4000多块钱，打完折也是要2000多块嘛，一个小小的包包而已，但我还是买了，因为它是苦力帕，哈哈哈，想要。哦，所以就是冲动消费了哦，冲动是魔鬼哈，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潘海利叉驾驭不了，说的是钱包，没错没错，同感同感，因为潘海利叉真的是，真的是啊，对，啊，
那家店员好帅，是吗？是吗？我觉得我啊，你们都在干嘛、啊？你们是去闻香水的，不是去看店员的，好吧？对，店员亲切，我觉得店员非常亲切，对，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出国的时候在免税店，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在英国，就是在英国工作这样，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请他帮我带这样子，从英国买回来会比较便宜一点点。对啊，所以呢，联名衣服啊、哦，你们说那个吗？那个 Minecraft 的那个潘很推，值得回。对啊，对啊，潘真的是非常推，我自己有非常多。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就是兽首，他有一个系列的香水都是动物的头，很华丽，但很非常贵。然后里面有一只是猎犬，然后它是 Duke 公爵，那一只就是玫瑰的味道，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一只的味道，超赞，推荐给你们。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叫做一个牌子叫做 Byrita， 里面也有一支叫做无人之境，什么 Rose of No Man Place， 那一支味道也很赞，无人区玫瑰好像有人这样翻，然后它就是很干燥的玫瑰的气味，所以如果你喜欢玫瑰味的话，这两支香水推荐给你，这两支都是我喷的心情会很好的香水，就心情真的会非常的赞这样子。谢谢谢谢降落，谢谢布雷诺的降落，欢迎欢迎，我是三三三，欢迎你们加入我们今天的歌回答，连假愉快，欢迎降落，谢谢布雷诺，哎嫩嫩嫩，哎嫩嫩嫩，还有摩托，我猜猎犬，对，猎犬真的非常棒哦。OK，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唱歌啊？因为就既然降落都来了，好，那我们先唱歌好了，等等我们再来聊天。我刚刚原本是要唱那个，那不然我们换一首歌好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要唱什么，我刚原本是要唱那个，就是我看到魏如萱嘛，然后就想说来唱一个啊，这个歌好了，这个歌好了。我不知道怎么他在蛮前面的地方，然后最近这个人他开了演唱会，他也是蛮有争议的哦，所以。OK， 这个 key 可以。好好好，来来来，我们就来唱一下，我抓一下 key 好了啦。OK， 好，这个 key 应该可以。好，我们就赶快来接着唱歌吧。好，为了让那个不要感觉好像降落过来然后坠机了的感觉。欢迎小妹，欢迎小妹，我是 Umi Life 的 Yuna。哈哈哈哈哈 OK， 没有没有，我不要面对，我赶快唱歌。美梦
好红，温柔好梦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也许我们的世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但是什么让彼此选择又不仅是尊重，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心洗手，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亲厚。但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温柔最温柔。拒绝幸运你不再联络，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长久。当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只有失去的拥有最永久。很久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哦，来自那个杨丞琳的不能握的匿名的好友啊、哦，不是不能握的手哦，匿名的好友，很久没唱这首歌，然后我刚刚在看那个吉他谱的那个推荐的那个吉他谱的点播的那个推荐顺序排行榜里面，它在蛮前面的，所以呢就想说唱了。大家好，我是 UMI LIFE 的 Yuna。 是 UMI LIFE 的 Yuna。 OK 好， OK 没问题哈。哎呦太好笑了。每次都觉得歌名叫不能握的手，对，我跟你们讲，就像是那个我每次都觉得那个永远的画面歌名叫芳草碧连天，你知道吗？芳草碧连天，我真的会送你去啊、哦！我以为你啊，伊娜，让我们欢迎小妹 ，UMI LIFE 的伊娜。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能怪我。我跟你讲，小妹，你不要怪我，真的是大哥先开启的，这个是大哥，是大哥。欢迎阿哲，请问我是点错台了吗？没有，我这边是那个，对，我们这边是联动啦。我是，大家好，我是 UMI LIFE 的吉生，来自 Celestia Circus 的珊珊 ，Let's get my mind today。大家好，我是 UMI LIFE 的 Yuna。我跟你们讲，我跟你讲，千不该万不该，就是大哥不该开这个头，他学的真的超像。吃个珍珠，不好意思，不然我等下珍珠会太多。啊、哦，谢谢惠吉，但是我好像已经追不到了，因为他有一点点。谢谢 Sora 送出的十个惠吉，谢谢 Sora， 也欢迎收到这个 Sora 惠吉的。各位3.1459，欢迎你们加入派郎的组织，欢迎你们，谢谢 Sora 送出的十个汇集，感谢。OK， 什么东西？叫他玩什么恐怖游戏？可能湖南吧，我想。可能湖南吧。哎，不是啊，那不然好啊，我跟你们说，来。我的那个在哪里？我的那个在，等我一下啊，这样子。
来，我们现在来冲两万订啊！来，我们现在来冲两万订啊！然后呢，我跟你们讲，两万如果再就是两万订，好不好？两万订完，好不好？来啊，我们现在来冲啊！现在数字摆在你们面前了嘛，10698嘛，对。我们现在来冲两万订啊，冲到了就是玩，好不好？那你们就努力一点点嘛。啊，不要买哦！我在有这之前有提醒过大家，千万不要买，好不好？因为买真的超级伤哦。我们就凭凭那个什么两万耐久，你知道要耐到民国几年？我们什么什么两万耐久？哎、欸，差9000多嘞！你们要听听看你们在讲什么？两万耐久哇！你说从10699开始两万耐久，这个人到底是多有自信啊？差这么远，哎、欸，谁倒退路？刚刚明明就99，谁给我退定啊？恐怖游戏是另一件事，没有啊，总是要找一件就是可以庆祝的，就是我们要 celebrate 这件事情嘛。那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个 title， 让我们可以就是 celebrate， 那就是两万订啊，对吧？快点快点，两万订，两万订就完啊，好不好？两万订看要干嘛，对吧？好吧。那一道廉价结束，我跟他尿不？哎，谁退订啊？为什么在往后掉？哎、欸，不要这样子，等一下影响到影响到演算法，不要调皮啊、哦！我进来了又出去了，是不是？不是快破关了吗？我跟你们讲，我只有一次到达那个高度而已，一次而已哦。好，好，我要继续唱歌了，因为呢，那个时间有限哦。对啊，不要玩订阅，哎，等等，那个，你们是让数字在跳探戈是不是？你们是怎样数字在跳探戈是不是？不要这样子。哦，不要玩订阅，人家是那个出什么事情，出什么篓子找你们算账啊。有没有一个廉价陪我耐久？不是啊，我这样子是要耐到什么时候？真的是很耐耶，真的是很久耶。哦，不然现在开始两万订阅嘛？如果我们两万订了就玩啊，好吧？看小妹你要玩什么，我都玩，好吧？我都陪你玩，你随便开啦，好不好？你找那个最恐怖的，我都陪你玩。哦，还是说你要一起看恐怖片或什么的，同步吃听 ，OK 啊？我没有在怕的啦，好不好？但我们总要有一个名目，我们要有一个 title， 你知道吗？我们有个 title， 20个恐怖游戏吗？哇，你要玩到我三万订是不是？目标越来越远是不是？没有一个啦，好吧，我们先循序，说不定我恐怖游戏不好看啊，我跟你们讲，等一下我卡关，一切都很难看，对不对？你们到时候又要怪我了，对吧？啊，两万订，好吧，两万订再说啊，一个他们太贵，什么他们太贵？你现在是怎样？他们派来的是不是？不要帮他们谋福利好吗？好，刚刚那个歌是那个谁啊？那个杨丞琳的不是匿名的好友，匿名的好友。因为他上个礼拜开演唱会嘛，然后就是前阵子也算是大家比较有在讨论的一个艺人哦，所以就个送给你们。我们要唱什么？我刚刚明明就有想到一个还不错的歌，但是我又忘记了。我刚刚想到那个歌是什么？怎么突然又忘记？杨丞琳，我刚刚在唱什么？不啊，对，这个。等一下，我找一下谱。一个他们太亏了，没什么问题吧？我们先一个嘛，一个好的话，我们再讨论第二个，这样好吧？十个订阅一个，哇！你们真的是狮子大开口哎、欸！原来第三首是买你什么买？第三首歌是那个是明年是明年，好不好？明年你们知道明年吗？那个明年哦。明年就是那个嘛，明年干呀，比在要生命那个十年，你没有听过陈奕迅的那个十年啊？他的那个粤语版本的歌就叫《明年今日》，我们只打明年，我们只唱一半而已。好，我们三名的嗨嗨，看看怎么了？晚安啊，对，明年啦，明年对，明年干呀。本本说：“小妹表示就玩一个叫做‘玩死二哥’，等一下，太病娇了吧？我们太病，好可怕哦！突然汗毛就是你知道不寒而栗耶，怎么回事？哦，我刚进来不知道虚什么，没有什么虚，没有，我们很大方的直接在讲，那就是那个啊，明年啊，
明年呢、啊？对，唱了十年的十分之一，你们讲的真好哇！不愧是我的，不愧是我的观众，不愧是三点一四九九。对啊，十年的十分之一，那就是明年嘛，对不对？我们的就志在明年啦，对吧？明年啦，明年啦，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啊，开车开到一半时候会员证怎么来看直播？辛苦了，辛苦了，欢迎欢迎。开车小心，开车小心，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因为就是一次得罪两个同事，哪一个？你说吗？我是 Umi Life 的 Yuna。我跟你们讲，昨天小妹还讲说柿子要挑软的吃，这个道理我也懂。我是 Umi Life 的 Yuna。我抓一下 key 啊，不好意思。什么东西？什么小妹不要忍，你不要在那边挑拨离间。哎、欸，等一下，你们这样子是对的吗？我们公司是不是出了那个？怎么会出了这种挑拨离间的？不要这样离间我们，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平常互动的那个方式，这是我们的习惯，你懂啥呢？是 live 的 Yuna。对呀、啊，哎、欸，这是大哥开始的，你不能怪我哟，人不是我杀的哟，人不是我杀的哟。OK， 好，来，好来唱歌吧，因为呢，我刚刚有讲到这首歌嘛，然后想说我们来唱一下。然后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那个歌回，帮我按个赞，好吧，帮我按个喜欢，趁你们还记得的时候。哎，我怎么开始他又开始有点电电的感觉？好，算了，没关系，我们不要管他，来吧。闭上双眼，你在我
心里面放走的连接，寒冬已过，还有春天，希望永不凋谢，放走的连接，永远的画面。当我想念，闭上双眼，你在心里面。嘟嘟嘟嘟，寒冬已过，还有春天，希望永不凋谢，放走的连接，永远的画面。当我想念，闭上双眼，你在心里面。想念，闭上双眼，你在心里然后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哦，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前几天我在走在路上，然后就突然我就开始唱这个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超怪的嘛，走在路上就开始就要离别，勇敢的流泪，然后就我还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歌，那我就一直在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然后就啊，芳草碧连天呐、啊，啊不是芳草碧连天，永远的画面啦。对啊，这个如果说你们是啊，谢谢水梨的提醒哦。如果你们是有点啊，也不要，我们也不要讲这个这么白话的伤感情啦、哦。如果说呢，你们社会历练比较多一点点哦，应该就听过这个歌啦哦，就是永远的画面哦，应该感觉你们蛮常毕业歌会选这首歌的，但现在应该不是，现在感觉应该都是选什么。什么？我上次听到不是你们有人说选的是那个吗？什么什么什么几分之几啊之类的，就是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毕业歌的歌哦。不过永远的画面真的是，好吧，我以前的毕业歌也有这首歌过。放走比连天固执的季节，我会跳尾、欸，以前还有编过那个舞，可以手舞可以跳。OK， 好，真的是 anyway 这个不要讲这个，没有什么重要，我要把我的。那个蜡烛吹熄，我觉得它今天烧掉了好多。哦，好香哦，真的，现在身边都是花香。记忆是阵阵，记忆是阵阵花香。OK， 好，经典就第一次听到，代表说你们可能是你知道还没有到那个。OK， 所以呢，这个歌就是我就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在路上突然就开始唱这个歌。我想说，为什么我会突然开始唱这个？也不是我平常在路上不会唱歌，我只是就是脑袋里突然蹦出那个旋律，你知道吗？我想说，为什么会一直有这个歌的旋律在？然后这到底什么啊？永远的画面，所以我们就来唱一下这个永远的画面，永远的画面。它不叫芳草碧连天，它叫永远的画面啊！每次都会这样子，哦，每次都是在那个副歌的时候会被左右这样子。啊，在脸书看到我唱《First Love》这个片段，在哪一部影片唱的吗？啊，我在那个初培训，我们第一支影片下面应该有时间轴，对，第一支影片，对对对，所以大家应该有被那个《First Love》给攻击到了。You are always gonna be in my love， 一直卡，大爱卡到马达可以你。还是我们现在来自弹自唱《First Love》，我好像没有弹唱过，对不对？我们上次是唱卡拉吧？好啊，来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好，我好像没有唱过这歌嘛，对。哎，还是其实我有弹唱过，我自己忘记了，有吗？我有点忘记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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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卡哒哦哦，有吗？我有吗？只有卡拉版哦，只有卡拉是不是 ？OK， 好啊，那我们来唱唱看嘛。反正也就想到什么唱什么，来 ，First Love。
刚好最近在就是现在广告有很蛮这首歌嘛，对，我自己都吃到了，疯狂吃到我自己的广告，我说不要浪费在我身上好吧。OK， 来啊，等一下我把 BGM 关掉。 BGM 在哪里？好，来。First Love。不好意思，我想说 key 怎么好像不是我的 key 啊？谁啊？谁有动我的 key 啊？原来是我没有拔 keyboard 夹。OK， 好，再一次哦，来。
OK， 这个是来自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非常的世界知名的名曲哦。然后那个我们之前初辈信唱的是那个卡拉的，然后我们今天来自弹自唱，好吧？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就是在脸书上面有吃到广告了。我刚好像有人看到说那个 Premium， 非常谢谢你，不会，希望你听得高兴，希望你听得开心哦。我又初恋了，妈耶！我又初恋了。OK， 好，然后呢 ？Anyway，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脸书上面就吃到我自己的广告的，然后想说，哦 ，OK， 又有新的了哦。这是那个，初见晚安，初见晚安，欢迎庭伟，好，这个歌是在那个。那个就是在脸书上面的广告，所以我刚好看到有人说有那个 premium， 不是，它不是 YT 的，不是 YouTube 的 premium， 是那个 Facebook， 就是脸书的广告。如果你的脸书有吃到你的演算法，有在看 VTuber， 应该是会看得到这个广告的，因为我自己也吃到那个大哥跟小妹的，对，然后那个。我就知道我自己的 first love， 然后我说哦 first love， OK， 所以就我们上次是唱卡拉嘛，所以我们就再来唱那个吉他弹唱的版本哦。FP 超多三公斤，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霸占一下大家的版面啦。对啊，我自己吃到我自己的广告啊，对我自己有吃到，而且蛮常吃到的，不是我的，就是大哥的，就是大哥那个 Take my hand。Disneyland 就是那个还蛮常吃到的，谢谢水的 SC 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真的经典歌曲，不是真的，这首歌真的很棒，就是世界知名的名曲啦。然后那个广告好吃吗？我自己觉得不要浪费在我身上，推出去给你们，推出去给不也不要给，就是给还没有那个进来的这个未来的 3.1CU， 甚至是未来的排浪，应该要推荐给他们，不要推在我自己身上浪费，我自己把我广告吃光光是这意思。OK，IG 看到过，真的假的 ？IG 有吗？可是我 IG 好像没有看到哎、欸，还是其实有，只是我的那个我的 IG 没有吃到我自己，是这样吗？广告很有力，对吧？所以就唱一次这个刚刚的那个 First Love 给你们听。OK， IG 看到来的。OK， 欢迎卡奥鲁，欢迎。You always mean my love。刚睡醒是不是？好，晚上好，早安，不是，突然出现那个不属于我的。好，大家早安。好，我看一下啊，我们要唱什么歌呀？下一首歌要唱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原本是要唱那个，还是我们来看有没有什么歌适合放假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哎、欸，好像也没有什么歌适合放假、欸。开门见山，对不对？打开门就见山，这奇怪，完全没有那个。有个说到这个，我要跟你们分享，我昨天在外面的时候，然后我就在路上，然后就有一台小黄经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总会有出现那种小黄是非常的炫，你知道，就是他会装那个喇叭，然后就会把那个里面车内的那个东西扩音出去，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听到那个小黄，那台小黄就行驶在闹区里面，然后就在停红绿灯的时候，然后就。满街的音乐，你知道吗？就是，而且你知道他在听什么？他在听那个 Just the Way You Are， 他就 When I See Your Face， 然后就超大声。我想说，哇，这个台车也太嗨了吧！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的就灯火阑珊这样子，然后就我就听了一整首，因为那红绿灯蛮长的，然后我就从那个前面就是听到这边 When I See Your Face， Not a thing that I c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然后我想说，哇，这也太浮夸了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小黄，超酷的，可以唱卡拉 OK 的，应该是，而且就是那个司机一定是特别社牛的。我跟你讲，那个司机一定非常的社牛，对，
那台小王会问客人要不要唱歌，真的假的？那我下次要回那台小黄。OK OK， When I see your face, her eyes make stars look like they're no shiny. Her hair falls perfectly without her trying.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不会了，以前还蛮常听这个。我想说，哇，这也太不是现在应该要那个吗？那个是那个那什么哪一首歌比较红 ？Stay 之类的。他如果要播外国歌，不应该也是这种吗？怎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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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比较红的是这个吗？他还在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你知道吗？那已经是十年之前了。不好意思，我清个喉咙。好，喝个水喉。被 God knows 电超晕，真的吗？我以为是你们被我的吉他电超晕，你知道？哎、欸，等下那个买你帮我删掉，不是买打么呢么呢？水利那个么呢么呢么呢，帮我注意一下么呢，帮我删掉，帮我删一下，赶快把它洗掉，赶快把它洗掉，快点快点！虽然 Dance Just the Way You Are 真的很好听，就是。我可是我觉得还我不知道，可能以前听太多了吧，就这个歌已经应该有个十五二十年，应该没有二十年那么多了，但十五年感觉应该是确实是有的。Just the way you are， 我想想看哦，对 ，Just the way you are， 因为那个时候 Bruno Mars 就非常红嘛，然后还有那个很多啊，什么 The Lazy Song，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什么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the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nothing at all. 那还有什么？那个什么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I'll be there. 就比较那时候他非常红，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比较抒情的歌，什么 When I Was Your Man 那个哦，谢谢谢谢 Yulia 送出的二十个灰机，谢谢 Yulia。看一下哦，恭喜考路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 Chen 获得Yulia 送出的灰机，怎么又卡弹？然后恭喜平成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小鱼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九安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敏凤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石青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三月的白羊座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为什么你又在电呢？好，没关系，我处理一下它哈。然后呢，恭喜这个南极熊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过客人生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猫与白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呱呱获得 Yulia 送出的灰机，恭喜 C 一卡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恭喜戏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恭喜 Rain 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然后恭喜 Joy 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恭喜 Penny 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恭喜浩宇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恭喜优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哎，等一下哦，这个字念优吗？还是这个字？我看一下啊、哦，这个字念优，对，没错。好，然后恭喜这个 QI 获得尤里亚送出的汇集。欢迎你们加入拍狼的组织，谢谢 Yulia 送出二十个汇集，是帮忙洗掉的，谢谢，感谢，哈哈。OK， 对，这个帮洗方式也太帅了，最喜欢这种帮洗方式，以后都用这种方式。三五子晚安，各位晚安，明天要去睡觉，明天要早起。好，恐龙晚安，晚安，祝你连假愉快，今天上班上课辛苦了，晚安，晚安。好的，我刚才讲什么、啊？哦，对，反正就是那个 Bruno Mars， 然后后来就是什么一些比较抒情的歌，什么 When I Was Your Man 啊 ，I should buy a flower and hold your hand， 然后还有那个是什么歌来着的？什么 Easy Come Easy Go， 哒哒哒哒哒 ，Take 那个叫什么？忘记了。然后还有一首歌叫 It Will Rain， 我蛮喜欢的。对，然后呢？后来就是那个 Uptown Funk， 就是那个什么 This is not Asco my show I don't know how I go This one my good girl say good girl say mastery， 对，然后那个 Don't believe just smile 那个就是那个后来那阵子就非常红嘛，
对，就是那个 Bruno 的三个。那最近是那个嘛，他最近又有一个什么？哎，可是那个好像是之前，他是在因为那个 TikTok 红起来吧？那个什么 Talking to the Moon, trying to get to you, the other side talking to me too. Oh, Talking to the Moon, 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唱这个歌？The Talking to the Moon, OK。明天要去玩，公司补假不补班啊？真的吗？恭喜恭喜，玩得开心，玩得开心，跟小姨一样，小姨现在也玩得很开心，应该。CP Charlie 之前也是那个嘛 ，Charlie Puth 啊、他是这个是 CP Charlie 是他吗 ？Charlie Puth 的、啊、对不对？他最红的歌不是那个吗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应该是这个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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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You will never be 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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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晚上好，晚上好，欢迎薇娅，薇娅晚安，晚安，欢迎欢迎。I don't think that I like her。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don't think that I like her。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哎，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新的歌没有听那么多。那个我如果说比较新的歌手，大概是那个吧，就对也还好，我往往都听非常老的歌。One Call Away 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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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Say，Day，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是这首对？我有印象，因为我就记得那个 Charlie Puth 大概是就这两首歌吧。We Don't Talk Anymore， 还有什么？那个是 One Call Away 是吗 ？Maroon 5， Maroon 5有点久了，有点久了。我以前也蛮爱听的。就是啊、什么哎、欸、我有就现在也突然有点忘记他们有什么歌哦，我还蛮喜欢一首啊，那个 Maroon 5有首歌叫做那个 Sunday Morning， 然后我每次到 Sunday Morning 的时候我都会想要唱那个，我都想要听 Sunday Morning， 因为就是他那个歌很 chill 你知道吗，但是他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就是露骨一点点这样，所以啊、你们可以去听听看那个歌，但是很 chill， 那个歌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都很喜欢在路上就听这个 Sunday Morning， 或者是我就是在那个礼拜天的早上我就会听那个 Sunday Morning， 是那个 Maroon 5的歌。好久没有听英文歌，严重脱节，我也是，我的英文歌都还停留在那个哒哒哒哒。You are saving my heart where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我还在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我还在那个那一 part 你知道，就是还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一代。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哇，这个也是有年代的。你们是听方大同唱吗？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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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现在手机铃上还是 Maroon 5的 Sugar， 真的假的 ？Sugar 还现在还是这有点，哇哦，哇哦，这个歌，哇哦 ，Yes please 是这个吗？要开英文歌会之后可能会有吧，对啊，可是因为那个英文歌的，就是谱样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这边的网站没有这么多。对，所以就是还是会唱，因为我蛮爱唱就是英文歌的。对，如果你们要说那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好烦哎！我跟你们讲，我上一次去唱歌，然后结果我就突然一抬头，我就被摇了，你知道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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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我就抬头，我不会嘛，对，他就出现了，然后他就开始摇了，你知道，我就被摇了，我就 Oh my God！ 然后那个后来他们还点就这首歌的下一首歌，他们接着点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他是一个短剧，他唱的是那个 I want it that way， 那个 I want tell me why ain't nothing but a heartache tell me why they're not that on a mistake I never want to hear you say I want it that way。 然后他们下一首歌就因为有一个影集，就是他把那个他是一个搞笑影集，然后他就是有五个嫌疑犯，然后呢那五个嫌疑犯就是说就是他是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他就是被害人的亲人嘛，然后他妹妹就是他就说什么他们在杀了他哥哥的那个时候没有，他没有看到他们是谁，可是他有听到他们那时候在唱那个 I want it that way， 然后那个警察就叫他们五个人各自唱一句，然后后来就很投入，还蛮好笑的，你们可以去查查看 I want it that way。
然后就我朋友就点这个，我想说我被摇完还要猜 I want it， 而且还要学他们，你知道 Now number five， Now number five， 然后他就 chill， literally chill。啊，谢谢，谢谢绿毛毛的意思。明天我跟同学约去做报告，谢谢大晚。好，绿毛毛晚安，晚安。做报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祝你连假愉快，连假愉快。雨熙明天也要早起，先去睡觉。好，没问题，没问题。连假愉快，连假愉快，大家辛苦了，晚安，晚安。那个真的超好笑，对啊，那个，而且他也从那个 Tell me why and nothing， 然后还大还合唱Tell me why， 然后他自己唱得很开心。Now number five， I never wanna hear you say I want it that way。 OK， so 就是突然就想到你们刚刚讲那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我想说我被摇了吗？摇完以后来这首歌超奇怪。对，但是英文歌就是我都听比较老一点点，还是那个吧，就是我听的歌路真的就是很流行乐的，比如说我会听那个什么 Christina Aguilera 或者是 Beyonce 之类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反正就是流行，比较流行，这个最近不是都是那个什么 Ariana Grande 或者是什么哎，对啊，流行的就是比较没有听那么多，我比较听什么 Mariah Carey 之类的，那一类型的比较是我的歌路的啊，除了那个 Adele 我听蛮多的，因为我蛮喜欢 Adele 这个歌手的。OK， 好 ，Anyway， 反正就是，我什么什么有会员，感谢大家送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某一位董事长的这个疯狂的那个狙击哈，我们的那个，哎，刚刚讲是什么？凯特琳不是凯特琳是、那个，凯特琳是不要在英雄联盟了，那个叫什么？哎，卡加特琳啊，加特琳。OK， 好，来。Counting Stars 很老欸，就是哦。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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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不要太老了，我现在在路上有时候听到买饮料会播啊什么的，然后就就太老了太老了。OK， 好，我们来唱下一首歌吧，虽然我不知道还不知道要唱什么，然后呢，好，我来看一下齁有什么可以唱的。哒哒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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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当当，眼泪记得你。我上次去 KTV 有唱那个，我好像唱的越来越熟悉了。我现在大概知道这歌是怎么进行的，我现在唱的不会像别首歌，你知道吗 ？I close my eyes， 叫你不愿。I need you love， 在我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原来你会在我身边。哦，那不然我们来唱个这个歌手的好了，因为他最近也出了这个新专辑，然后我有听，但是呢，其实还好，就是我个人的评价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转一下 key 哦。哎，好像可以高一点点。OK， 这个 key 好，这个 key 舒服，这个 key 好听。好，来，我们来唱今天的下一首歌曲吧。这个歌手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我不知道歌你们熟不熟悉，就是了，来吧。抓一下，有点哎，奇怪，怎么好像有点没那么什么
OK， 好好 ，OK， 来。CD 把你的声音丢在角落，看电影到结局总是配角的错，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我要的生活我好好过，写日记写不出是谁的感受，夜空里每个人占有一个星座，你到底懂不懂，我只要一点温柔的触碰，你到底懂不懂，有些话并不是一定要说，你曾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你总是满不在乎，当我看见自己的稀薄，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我看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谁都在挥霍，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都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得了解让我自由，欢迎降落，欢迎降落，一场雨有时候下的不是时候，就像你说难过不是真的难过，你到底懂不懂，我只要一个温暖的等候，你到底懂不懂，想你想的好像空气都停了，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你总是满不在乎，当我看见自己的戏把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我看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谁都在挥霍，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你总是满不在乎，当我看见自己的戏把你编织的感觉触摸，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我真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谁都在挥霍，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我执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我执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的了解让我自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看星星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否听得见，它一定实现。是什么歌我已经忘记了，谢谢，欢迎库马的降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是三三三，嗨赞赞，谢谢库马。好，等下，然后谢谢 Sora 送出的二十个汇集，谢谢 Sora， 恭喜林获得 Sora 送的汇集，恭喜威严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 Long Time 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玉胜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秦威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婉柔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差点三度从胸口逃生的熊的鹿儿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塔塔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 U R 获得 Sora 送出的汇集，恭喜 Maya 获得。Sora 送出汇集，恭喜博士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妮妮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默然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Shannow 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 Nasi 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深渊墨魂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柑橘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迪萨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公主或者 Sora 送出汇集，恭喜吴海或者 Sora 送出汇集，再次感谢。Sora 送出的二十个汇集，有欢迎各位加入排浪们的3.1459，欢迎你们加入排浪的组织，欢迎你们，谢谢库马，欢迎按赞订阅，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冲20000订，哈哈哈，太想玩恐怖游戏了，20000订就有恐怖游戏啊，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错过这个店啊，错过这个村前面没有这个店了哈。啊，我是不是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 Omi Life 的起身，来自 Solistia Circus 的三三三 ，Scam My Today 是都说游戏库，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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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转到忘记唱，对啊，我有点忘记我唱了什么了 ，OK， 好，晚安晚安，我要晚安的3.1459们的、啊、晚安晚安哈，祝你们连假愉快，祝你们连假愉快。那一到连假结束，那种就怎么可能疯了，是不是？还差9200多呢。我当时那个200多就是两个小时的事情哦、喔，9000哦、喔。你有发现有个9000吗？你有发现问题在那边吗？OK， 谢谢星送出的十个回击，谢谢星，谢谢星。你们不要乱帮我跟人家讲什么20000太久，没有这种东西啊。然后欢迎这个恭喜吉比获得新手者会集，恭喜吉地获得新手者会集，恭喜矮树精获得新手者会集，恭喜鸡排获得新手者会集，恭喜苍兵李峰获得新手者会集，恭喜呼吸都会胖获得新手者，呼吸都会胖这名字也太太难过了。好，恭喜粉粉获得新手者会集，恭喜 mini 获得新手者会集，恭喜C Yan获得新手的汇集，恭喜 Sunny 获得新手的汇集，再次感谢新，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拍浪的组织，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种耐久会成为传说，你从一路就是从这个10000出头耐到20000，然后神经病吗？神经病吗？我们不要越级打怪，我想睡觉，好不好？如果睡觉时间可以算进那个开台的时间里面的话，这个还比较有机会，你知道？谢谢谢谢灰灰的 SC。好，晚安晚安，早点休息哦，祝你们连假愈快哦。 First Love 跟爱情之所，哦对对对，刚刚那个歌是爱情之所以为爱情了，是
那个啊，塞恩是不是 Cyan？ 哦，这么难念。OK， 好，来，我先来把那个歌单补上去。然后呢，刚刚那个歌是梁静茹的《爱情之所以为爱情》哦，是那个歌是偶像剧《败犬女王》的里面的歌。他的另外一首比较知名就是没有如果，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不，你是不是会难过的那一首。然后呢，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首，我觉得爱情之所以为爱情就是很好听，而且他的词写的也很漂亮，你知道，他说就是我觉得他写的很好，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然后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哇，你看他写的好好啊，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哇，真的是写的非常好的一首歌，而且它是轻快的，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听听这首歌，梁静茹唱的非常的好。 OK， 他最近出行一个队，所以我刚刚就想到，因为他最近有新专辑，可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那个 MV 好像没有拍得非常好，所以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听听，那个曲子是周兴哲写的，就跟那个挚友，你没有听过吗？那个阿令的那个挚友，那首歌也是周兴哲写，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阿令的挚友有爆红，但是就是梁静茹的新歌却好像没有那么，对，梁静茹歌会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梁静茹我熟哎、欸，非常熟。那不然我们再来一首梁静茹，我看一下啊，哎，多久了？我开哦。一个小时多 ，OK， 还好。眼皮好，陈先生，哎、欸，对，一点了耶，妈耶，一点了耶，我的天啊，我以为时间，哦，哇哦，一点了耶，你没有发现吗？哇哦，好时间，哇哦，啊哇哦，好好OK， 好的好的，没关系啊、哦，那我们还可以继续唱下去啦，就没关系。好，不断换和弦，不安分的手手，对，抓 key 抓 key。好，那我看看好，不然我们再来唱个梁静茹的歌，《失忆》很好听哎、欸，《失忆》是周杰伦写的，我的天哪、啊！感觉啊、哦，难怪有周杰伦的味道，感觉不到从前温柔的双眼，感觉得到你不再眷恋，无奈的笑试图让我知道，到了失忆可能对你我都好。感觉不到说是为了我改变，感觉得到沉默划过我侧脸。哦，这是周杰伦写，难怪有周杰伦的味道，有像那个周杰伦的歌。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歌好？其实我非常喜欢梁静茹一首歌，可是呢，我没有把握我现在唱的好，因为这一天，就昨天你没有看我的那个萨尔达，我觉得你们可以不用看，因为我觉得那个声音真的超可怕的，我觉得那声音是会，你知道，还会鼻塞的声音这样子，所以呢，就今天我还不确定能不能好好的唱这个歌，就如果可以的话就，但是你知道，我有蛮喜欢他的一首歌，特别喜欢他的歌。啊、好啦，算了，随便啦，就唱吧，就唱吧，不行就算了，不行你们就捂耳朵就好了哈。哦，很难唱哎、欸，这个歌。啊，随便啦，不行就不行，认了哈，没关系，就唱吧。这个我真的是我最喜欢梁静茹的一首歌，来。好，让你们知道我的那个决心在哪里哦。好，我的 BGM 在哪里 ？BGM 在哪里？在哪里 ？OK， 关掉。呦好来。时光是琥珀。让
手，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牵人脚尖，闯过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人哦呢，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寂静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OK， 好，情歌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哦，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个歌基本上是梁静茹的，就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吧，我想。好，应该没什么太大的纰漏，哦，唱的好像蛮好的，听过了，好好听，谢谢布丁，谢谢。因为我觉得情歌这个歌呢，我不知道，欸，它可能包含着我的，你知道，青春回忆吧，就是可能是我，那是我小时候的歌啦。但是就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弹吉他就是有弹过这个歌，然后呢，就很熟悉。然后我还记得他 MV 就是有个建中的在那边弹吉他，这样倒个水，所以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歌。然后基本上是梁静茹的歌里面，我最可能我觉得有很多歌都是有那种童年的记忆的那种 buff 吧，所以就是感觉。啊，这首歌真的好像你们蛮多人也都蛮喜欢的，歌词很美，对，我很喜欢他的，就是他其实还蛮那个的，什么慢动作缱绻胶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间，
长镜头越拉越远，越来越远。事隔好几年，哇哇，真的就是写得非常好哎、欸。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他说他的那首情歌是他的天长地久。哇哇，你看仔细看这些歌词都觉得，可以听听看那个这首歌啦，他的歌词哦，就把它摊开来讲，都觉得嗯，真的很厉害。珊珊什么时候出专辑要买？真的吗？好啊，好啊，我们什么时候拜拜？有吗？有这个计划吗？我再红一点就有机会，好吧？有再红一点点，十万订看看吧。静茹新歌《大人》，我有听过，我有听过。可是我觉得他 MV 拍的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应该是说可能我们期待比较高吧。不过就是《大人》这首歌吧，他就是那个周星哲写的，对吧？《大人》这首歌吧，应该是我有听。觉得你可以练练，我会听，因为就是梁静茹歌它就很流行嘛，所以就是我会听，对。可是我自己那时候听一下，我觉得它没有到非常抓耳朵，就跟上一次，因为梁静茹上一张专辑就是《慢冷》的那一张，他那张主打歌其实叫我好吗？那首歌我很喜欢的、欸，我好吗？有谁能倾听？像寂寞的梦旅行，我是。光下，我是阳光下的阴影，是谁和自己回忆？那首歌也很好啊，我等下来唱那首歌好了，推荐给你们，因为你们慢冷应该都听过，因为我也有 cover 过嘛。可是另外那首我好嘛，我觉得也很好听。可是那然后呢？对，我记得我以前在，就是你知道，在中二的时期，我还有就是还会那个，你知道，就是把那个歌词放作自己的那个签名啊，各签，你知道吗？那个我有就有放过这一句歌词，可是那然后呢？这样，然后呢？还有什么啊？短短副歌心还热着，对对对对对，哇！短短副歌心还热着，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可能，而且你看哦，他说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舍不得短短副歌心还热着，也该告一段落。你看他写的该告一段落，就是。哦，他的故事是有一个逻辑在的哦，这个词写的也是很漂亮哦。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舍不得。你看，就是他真的把那个舍不得写出来了，很短的副歌，可是心却还热的，但是我们却要告一段落，这样子，哇，真的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出了就买，真的哈，卡前排专辑，真的哈，好啊，好啊。那等我再红一点点，好吧？加油加油哈，我们现在在10735了。哎、欸，我们是不是要先把那个先抄音那个超单赶哎、欸、没有超单而已，超单赶20000是不是这样？我好吗？超顶对，真的。结果反而他的故事慢冷才红，我觉得就是对对，他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唱的时候，因为我有去听他的演唱会，知道？然后他在唱那个什么，哎、欸，可惜不是你的时候又哭出来，或慢冷比较贴近他的故事，他的感情故事啦。可是慢冷其实也不是他写的，但是我跟你们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慢冷是这个萧煌奇老师写的，就非常的好听的旋律，然后是萧煌奇老师写的。我觉得萧煌奇老师写了非常多很好听的歌，我真的是他的粉丝。对，然后就是有机会可以再一首一首来唱这样子。雅虎悄悄看 SMSN 即时通啦，即时通啦，讨厌，讨厌，即时通啦，叮咚，有人在家吗？哦，完蛋了，你们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好烦哦，即时通啦，怎样？还要在下面附上我无名的网址啦，怎样？怎样？谢谢新送出的十个汇集月星，恭喜 Alva 获得新送的汇集，恭喜晚夜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恭喜 Jesse 获得新送的汇集，恭喜水飘零获得新送的汇集，恭喜美杜阿里获得新送的汇集，恭喜米亚比获得新送的汇集，恭喜米狗获得新送的汇集，恭喜玉获得新送的汇集，恭喜飞跃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恭喜淹没获得新送出的汇集。欢迎你们加入派阳的组织，再次感谢新送出的十个汇集，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看一下、啊，说故事的人好听，说故事那个他哎、欸，说故事的人是哪一首啊？有点忘记了。说故事的人，还是那个写给你的歌，还是哪一首歌？我想一下啊，说故事的人，
因为他有几首歌我会一直忘记，他有一首什么什么什么，哎、欸，我看一下、喔、说故事的人，我看一下怎么唱啊，我看一下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这首歌跟另外一首，他有一首那个叫做也是五个字的，他叫做什么写给你的歌，一个是说故事的歌，我觉得两首都很好听。对，两首都很好听。我就是他真的很会写那种很好听的旋律，包括那个彭佳慧的那个大龄女子也是萧煌奇老师写的，然后还有没那么简单那个相爱没有那么，那都是他写的。对，所以非常厉害。不是无名吗？不是啦，无名就是我有放那个连结，你点我的个签就会跑到我的无名去，一定要知道这么的详细吗？无名又怎么了？无名不好吗？奇怪，你们没有无名过吗？你们不会来别人别去你朋友的家里面灌水吗？不要装蒜哦！叮咚，对啊，叮咚叮咚，有人在家吗？呛声王，哦哦，钓到了，哦哦，还看得到，为什么还看得到自己的无名？不是已经没了吗？时光机，时代的歌和时代也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叮咚，还有一个表情被震动的符号，整个对对对，他整个视窗会都会晃。叮咚，有人在家吗？这样，然后呢？哦，好烦哦！你们好好、哦、好好讨厌哦。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对啊，叮咚，有人在家吗？然后我还会把我的字体设成七彩的，所以以前我打字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好了好了好了，这不重要，这不重要，过去了都过去了啊。好好好 ，OK。今天要开到两点，什么东西？怎么两点？现在几点？哎呦，1:21嘞！糟糕！哎呦，完蛋了！怎么还有点 ？OK， 好啦，两点差不多啦，两点差不多。天空部落，你说样天空吗？看一下啊，珊珊会唱英文版的《挥动翅膀的女孩》，超选珊珊版。我会唱，可是问题是，他的问题在于说，我没有那个吉他谱是有英文，就是英文的歌词配上和弦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同时开两个视窗来看，就是他会有点手忙脚乱。所以如果说我有找到好一点的，就是合适可以用的吉他谱，才可能唱吧，不然我可能因为歌词可能也背不起来，或和弦也背不起来，对啊，比较困难一点点。雅虎的花瓶应该很少人会知道花瓶梗，什么叫花瓶梗？我要装，赶快先装不知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啊，有够老，我还真的没听过。好了好了，没听过就不要那个啊、喔。七彩很可以，对啊，我有设那个七彩的字型的、啊。以前养番薯都养到它挂掉，对啊，我也是，我都养到它挂掉，都没有去喂它的、啊。然后以前还有那个忍豆风云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忍豆风云，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知不知道？知道的出来，别装蒜哦！忍豆风云啊，忍豆风云，你看有人讲了，哎呦，太好笑了！现在没有 RC 了，对啊，对啊，又变怀旧台，没有，是你们怀旧，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讲的，好不好？忍豆好玩，忍豆好玩，对啊，对啊。我都还记得那个15等可以买那个猫爪，20等可以买那个刀，然后那个99等要氪金，可以变成夜游神。OK OK， 好好好。什么老人会没有这种东西？好了，我来唱歌了，你们好烦哦、喔，你们好烦哦、喔。即时通怎么样？怎么库马也被钓到了吗？即时通，叮咚，有人在家吗？叮咚，叮咚，叮咚。而且重点是，你知道那个叮咚是可以连按的，所以我每次要密人家，我就叮叮叮叮狂点，叮咚，叮咚，叮咚，有人在家吗？叮咚，叮咚，叮咚。然后我都会在那个个签一定都会丢歌名，然后个签下面就会上无名小站的连接，让大家可以点我的歌名就跑到无名小站去，厉害吧 ？RC。333次我有个忘年，对啦，我有个忘年之交啦，那都是我朋友的故事啦。RC 就是拿来，我们 RC 都拿来唱歌用的耶，就是可能 RC 那一段我比较没有在用电脑，所以呢就 RC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拿来唱歌用，就是会创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房间，然后就在里面唱歌啊这样。然后就隔天要上课，然后我们还是在里面唱歌，这样唱得很开心。
RC 啊，对啊，我有点 我也没办法举例说 RC 现在类似现在的什么、欸、是类似现在的 Discord 吧，类似现在的 DC 吧，但是好像又更浮夸一点，因为 RC 它有点是一种有点它也有点那种直播平台的感觉，所以又不只是有 DC 的功能，它功能跟 DC 很像，就是一样有频道啊，然后会有很多个隔间啊，很多什么东西，然后可是呢它有非常多的综合功能，这样就是它其实里面有什么，就是也是有那种直播啊，然后类似那种什么歌友会啊，然后还有对你们讲的那种交友语音交友软体，就是它有非常多功能，所以就是你很难界定它是现在的什么，对，它就是 RC， 没有用过就好吧，只能说哼哼。我以前疯狂用即时通叮咚我家人的朋友，然后发一堆闪亮亮的动图，对，我也是。好 ，OK， 结束了这一 part， 没有了哈。我本来唱歌啦，好，我刚刚说我要唱那个《我好吗》这首歌，那首歌我也还蛮喜欢的。然后，但是你们应该比较没有听过这个歌，但是它其实还蛮好听的，然后歌词也蛮不错的，所以你们可以听听看。我的歌单在哪里？这里。刚刚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啊？情歌。你写给我，我好吗？哦，怎么突然好多梁静茹啊？好赞！好来，我抓一下 key 哦，好久没唱这歌。C。金黄的树，不是幸福色。你好，我说的空气听徒劳的心情。好像可以高一点点。我好吗？有谁能倾听？等寂寞的梦旅行，我是阳光下的阴影，自己给自己回忆。好吧。不是还眷恋，还留你一个位置。还在第一个 key 哦，有点高。不是还眷恋，还留你。OK， 这 key 可以。OK，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我们来唱这首歌。这个是梁静茹在《慢人》的那张专辑，其实它的主打歌。那这首歌 MV 是那个，它叫什么名字啊？谢盈萱，谢盈萱，他突然忘记演的，就是我们的金马的影后谢盈萱演的。好，来。哎呦，对不起，敲到麦克风。金黄的银杏树再次满开了。那一年盛夏的月底已解散了，尽管蓝天仍像青春般清澈，我们不再见了，自顾自活着，再多问候往往与快乐无涉，也只能独自吃你思念的片刻，泪水淹没岁月，何时甘愿去喝遗憾酒喝，曾经圆满我的年岁，我的都回不去了，不是心不死，还留你一个位置，只是呼喊过的名字，要怎么从回忆的固执彻底消失？你好吗？说给空气听，徒劳的心情，刻骨铭心的爱情，只留下无处寄托的感情。我好吗？有谁能倾听？跟寂寞的梦旅行，我是阳光下的阴影。
给自己回忆。眷恋还留你一个位置，只是在想起的名字，往后机会继续说完没我的故事。你好吗？说给公鸡听，徒劳的心情，刻骨铭心的爱情，只留下无助寄托的感情。我傲慢，有谁能倾听？跟寂寞的梦旅行，我是阳光下的阴影，自己给自己回忆。好的，这个是这个梁静茹的《我好吗》，是她的上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因为她上一个专辑就叫做《我好吗》，什么太阳照常升起还是什么《我好吗》太阳什么东西，她那个名字还不错，《我好吗》，我找一下，《我好吗》太阳，哦，太阳如常升起啦，这个是就是她慢冷的专辑的名称，这样，所以这首应该才是她的主打歌哦，就是叫做。我好吗？推荐给你们。我以前有在比较低潮的时候有听过这个歌，就是你好吗？说给空气听，徒劳的我好吗？有谁能倾听？有谁会同情？所以其实有时候听歌就是你知道获得一些力量吧。它上面写说我好吗？说给昨天听，跟今天一言为定，换一张明天的风景，自己和自己同行。什么？我是阳光下的阴影，自己给自己回应。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啦，人生也就是这样嘛，觉得就是自己要坚强啦。因为我们都是就是独自的来，也独自的离开，这样。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会们就是问自己说，我好吗？过得好不好啊？然后其实真的只有自己是最能够理解自己的人，也是自己最应该要喜欢自己的。对，那个是自己是那个角色啦，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我在低潮的时候都也会听这个歌，这样希望就是，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力量哦。问自己好不好，不好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至少我们要接受那个不好的自己，大概这种感觉吧。歌会比哄睡台催眠，什么意思？坚强点，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OK， 我们唱九首歌了，不然我们也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好不好？已经一点半了耶，我以为啊，对，因为今天 delay 啦，对不起，拍谁 ，Sorry，I do apologize。所以因为也快两点了，所以也有点晚了，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现在会想睡呢，也是正常的。
好，那我们就再唱个几首歌啊，我觉得再唱个三首好不好，再唱三首，最后三首歌，就比时间大概接近两点钟，我们就准备下播，这样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还是有去上班课吧，是吧？应该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让大家不要太晚，不要太晚，好不好？咖啡才刚喝完，没有，再喝一瓶，不行，要睡觉嘛。谢谢珊珊每次都用歌词鼓励我们，没有，没事，不客气，因为我也在鼓励我自己啦。有时候真的是，我也问自己，真的自己过得好不好啊？然后自己能不能有一些。就是人有没有人可以陪伴我们自己？谢谢 HC， 等一下我看一下。粽子精灵，谢谢粽子精灵的150元的绿戒，说边听公举的直播边偷偷来祝贺连假愉快，祝公主吃饱饱睡饱饱，想拍的时候可以随时突击我们。谢谢粽子精灵，原来粽子是有精灵的，谢谢粽子精灵的 ACC， 吃粽子肉。OK， 好 ，Anyway， 反正呢，就是听到那个歌词啊，那个就是以前我听歌可能都会觉得旋律很重要，但现在其实都是觉得歌词啊，他如果写的可以很感人哦，或者是很 touch， 就是有写到我们需要的那个东西，其实我就会蛮买单的，所以就这些歌也是推荐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有那个。自我疗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得要自己疗愈自己啦，不然可能我们最因为如果一直依赖别人的给我们的那个强坚强的话，其实如果说那个给我们坚强那个对象突然间不见了，突然间消失或不在了，不管什么原因，其实我们会变得很不堪一击，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我好吗？我就写得很好，就常常问自己好不好，不好也没关系，但自己接受这样的自己，自己陪自己走过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更坚强、百毒不侵的人吧。我觉得大概是这种感觉。OK， 好，来，粽子精灵有分南北吗？我们是南部粽子精灵哦，我们跟北部粽子精灵是势不两立的，超好笑。三公子的歌声配歌词真的疗愈有效，哄睡也是有效，平静焦虑情绪，如果说可以让你们平静，当然很 OK 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可以稍微冷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事。谢谢水里的 ACC， 三公子的身后突然我想你我好吗，推荐给需要抒发心情的派老们，很治愈心灵，天使商业全能系 idol， 对不对？ idol 嘛，重点在 idol 嘛，大家关键在帮我去。但是这三首歌都很悲耶，身后突然好想你我好吗，我觉得他都身后哦，这三首都还蛮悲伤的，对，都是一个就是很难过的歌的。OK， 好，那不然我们再来南部粽子精灵是不是都哇怎么给人家吃哦，怎么样，你们要抽南部粽了是不是，你们在抽吃北部粽的，你们这些吃北部粽的是怎么样？又比较厉害，又比较是有较高尚哟，有较厉害就丢啊啦！哇，南部粽怎么了？南部粽才是人吃的，你们那个三 D 油饭，吃油饭到底为什么不用碗装？为什么要用叶子？到底？好 ，OK，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趴啦，这不是我们今天这一趴，我们要唱什么嘞？噔噔噔噔哦，好，我觉得竟然好算了，因为我怕你们没有听过，你知道吗？没什么共鸣的感觉耶。好，来，没关系，我们再来唱三首歌，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准备新加坡了，因为大家也差不多要睡觉了吧？我想，好，我刚刚原本是想唱这个的，可是呢。因为我前阵子去那个 KTV， 然后就有唱到这个歌，然后我觉得说有点久没有听到这个歌了，但是呢，不知道你们对这首歌有没有印象？但我要抓一个 key， 我好像没有弹唱过这个歌。OK， 好，应该可以吧？
怎么样？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好，我们来唱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不知道你们熟不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共鸣哈。等一下，把这个丢过去这边来咳咳。中部路过。
OK， 步步啊，不好意思，刚刚后面有一个和弦找不到位置哦，找不到，哎，和弦在哪里？怎么按呢、啊？因为把位有点高，那个是一个非常高把位的封闭和弦。五月天的步步啊，这个歌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我前阵子就唱 KTV， 那我个朋友就点这首歌。这首歌就是你平常不会主动听，但是呢，你一听到却又觉得它其实蛮好听的歌，这样。所以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歌，这个步步呢？啊。没有哭哭脸三三可以刷，不，你们要哭哭脸是不是？好，我们如火如荼的在那个了，我有去问一下那个进度，对，如火如荼的在绘制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我们的这个贴图马上就会再补上给大家使用哈、哦。我看一下我们现在空格还有多少，看一下，哦，超多哎，哦，超多哎，一二，哦，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几个空格，一二，哎，等一下哦，它怎么这么难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我们有十二个空格可以用，哎，好棒哦！好，大家再等我们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把它新增回来了。这样，步步当时立即直接听哭，对啊，就是这个歌，就是你平常不会主动听，但是一听你就觉得它很好听的歌，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歌是那个你们还记得 MV 吗？就有一只大象，我那时候还想说这个大象怎么假的那么逼真呢、啊？然后后来有朋友说没有，他们好像真的牵一只大象去海边拍 MV。我说真的还是假的？OK， 步步步步送给你们这首歌，会有睡觉晚安的贴图，应该会吧，应该会吧。我会帮你们那个，我们这边都有那个大家在记录啊，那个 idea 好不好？就是我们。那个会尽快帮大家加上去哦，放心放心。哎、欸，讲到五月天，我就想要再唱一首五月天的歌。可是呢，哦，他们歌也太多了吧，我的妈呀！我想要今天结束在一个比较，你知道，就是我倒数第二首啦，等一下是倒数第二首歌。然后呢，我想要今天结束在一个比较，就是这个悲情一点的地方，不是悲情啦，我想要结束在一个比较内敛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原本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那种很积极正向的，有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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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啊之类的这种，没，算了算了，我们还是来唱一些比较就是可以走心一点点的歌，但是这歌我没有弹唱过，所以我抓一下哦。因为它真的有点高。我抓一下 key 好不好意思。好像可以高一点，我抓一下哈。可以了，好，我们来尝试看看，这歌也是他们的歌，算是比较新的，我比较喜欢的歌了。好，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应该会有，如果你们有些人是那个舞迷的话哦，应该就会听过这个歌啦。来，等一下哦，闭卷 ，OK， 来来来。简单的爱情，我
们仿佛天生在一起，用不完的默契和话题，戴上了耳机，是曾经的回忆。幸福的回忆是追求起伏的天地，寂寞的问候是加深寂寞的陷阱，得知无限珍藏的回忆，编出无处躲藏的日记，让睡觉时机都变成最痛叹息。每段伤痛的爱情都困住两个想挣脱伤痛的心，如果说可惜就在下一场更珍惜，也许一个勇敢的约定能换两个重生的约定，我们到了站这一站叫终于结束的纪念，终于写下句点，终于我们告别，终于我们又回到原点，流干了眼泪，日日夜夜，未来的我们也许能说声好久不见。相爱的两人不一定能相守相依，因为相爱所以在一起，因为真爱所以有分离，约在下一站车票是你我拥挤。每一段遗憾的曾经，当时名字就叫憧憬，我们的心不能往回递，至少是我把在风里那些无法看破的叹息，某天为谁看淡的风景，虽然那风景永远有谁缺席，终于结束的起点，终于写下句点，终于我们告别，终于我们又回到原点，流干热眼泪，日日夜夜，未来的我们也许能说声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结束的纪念，终于写下句点，终于我们告别，终于我们又回到原点，流干了眼泪，日日夜夜，未来的我们也许能说声好久不见，站在这其实没有走远，其实不愿告别，其实我心中依然想念，拥抱着遗憾碎碎念念，却要在今天头也不回的告别昨天，奔向明天，奔向明天，
好，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终于结束的起点》哦，对我来讲还蛮新的，我记得应该是，但是应该也有个六年、七年有了哟。我记得应该是，哇，天哪，这歌已经六七年了，好可怕！哇，这歌六七年了耶。我记得对，应该是七年前左右，差不多六年半前的歌。哦，可是很好听吧？是不是很好听啊？好，送给你们这首歌《终于结束的起点》。好，这歌真的，我自己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就是我是到这一首歌才意识到，原来阿信这么会写歌词。就是他的歌词真的越写越漂亮了。你看他说这个，我觉得阿信的歌词很奇妙，他是比较，他没有像是清风这么的文学，就是这么的文绉绉。可是呢，他却是用那种很。该怎么讲啊，没有那么复杂的就是手法或什么，但是他就是用我们平常习惯的语言，可是把它用手法跟排列组合把它组成一个非常高级的文字。他在这首歌里面写到，他说每一段伤痛的爱情都困住两颗想挣脱伤痛的心。哇、wow, 每一段遗憾的曾经，当时名字都叫憧憬。哇、wow,写的也真的非常好哦，也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能换两个重生的约定。我们到了站，这一站叫终于。我很喜欢这一句，他说，因为他叫做终于结束的起点，你有发现吗？他的歌名是终于结束的起点。哇，你不觉得就是我整个你看这样念出来以后，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有没有？结束的起点，终于，所以这个是那个映衬的反衬嘛，哦，终于结束的起点。就是 ending 的起点这样 ，opening 的，就是映衬修辞，反衬啊。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他里面写的这一句，他说就是那个我们到了站，这一站叫终于，我好喜欢这一句哦。然后你看他的副歌，他说终于结束的起点，终于写下句点，终于我们告别，终于我们又回到原点，超级有画面的呀。对不对？然后我真的好喜欢他，就是一堆的终于他的这个排比，终于结束的起点，终于写下的句点，终于我们告别，终于我们又回到原点。哦，好美哦，写的真好哎。对，然后我真的这一首歌里面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们到了站，这一站叫终于，就非常的非常的揪心的感觉，就是让人家有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这么。明明就是很好的情况，但是最后却必须得要分开的无奈，所以终于结束了起点这首歌送给你们。最喜欢阿信写的《如烟》，对，《如烟》也是很美。No, 没有那么一种应该，我跟你们讲，《如烟》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姨娘唱的爱良，因为相信音乐那时候有出一张叫做《女野》，女生的女，野是的野，《女野》这张专辑，他们请很多的女歌手。一个人来翻唱一首五月天的经典歌曲，然后呢，爱良就翻唱的就是《如烟》哦，他的声音配上《如烟》的那个编曲，非常的适合我。那时候非常的喜欢在夜晚的时候听这首爱良翻唱的《如烟》。然后我记得那个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也非常的好听，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在搭那个就是大众运输工具，在搭交通工具，然后我就耳机听着，因为那时候这张专辑刚出，然后就是一开始就刚听到那个拉拉在唱《突然好想你》，我在那个就是交通工具上面直接流泪，然后就直接眼泪滴下来，就唱得好内敛，好喜欢，所以就是这一些，然后那个 Jane 应该是就邓紫棋应该是唱。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吧？如果没记错，然后好像就是，比如说那个谁林忆莲啊，他们就是非常厉害的女歌手，都有翻唱这样。你们可以去找一首你自己喜欢的他们的歌，我觉得他们都有唱出不一样的味道跟感受，非常的赞，非常的赞。歌名超赞，对不对？终于结束了起点，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取歌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重要的事情，这样。对对 ，MV 是吴康仁，没错 ，MV 是吴康仁跟 Ella， 对，跟 Ella， 晚安晚安，学姐晚安，哦，是这名字叫学姐，晚安晚安，哦，连假愉快，连假愉快，要到早餐台了吗？不会啦，不会啦，剩一首歌而已嘛，差不多差不多，哦，步步跟终于结束，好，步步跟终于结束的起点，晚安的晚安哈，大家要去睡觉的，加把劲困哈，加把劲困，
文字的魔法。对，我觉得他真的是，如果说清风是这一种，就是清风的文字啊，他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个文气论，你知道吗？就是曹丕的那种点论论文里面讲到那种，就是天生的丽质，就是你知道非常的美丽哦，就是真的是才华洋溢的。我觉得阿信他就是。他就是阳气论，就是孟子所说，他就是用琢磨的，你知道吗？然后 一直堆积而成，然后他的词就越来越精致，这样子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第一次挂男 V，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凯伦，晚安晚安。倒数最后一首歌，陪我们撑住，加油加油，好不好？快乐快乐。啊，对对对，那个林年是唱那个《盛夏光年》嘛，女野，对对对对对 ，Her Story， 对 Her Story。音乐期末作业要介绍歌曲，好像把三公子唱歌或者歌词直接抄上去，直接拿我交作业是不是？OK， 好，困几加把金困，对，加把金困。好，来，我们继续来那个，我们继续来唱哈。下一首，后面最后一首歌，想要找那个一个，就是比较结在一个比较，你知道，就是比较受伤一点点的感觉，该这样子讲吗？好，所以呢，就是那个感觉会就是该也不是说遗憾，但就是可以比较深沉一点点哦。所以呢，我看一下哈。曹植没有曹丕哦，就如果是说那个，我刚刚是讲那个文气论嘛，文气论是曹丕在那个点论论文里面讲到的，不是曹植哦，是曹丕点论论文嘛，就那个文人相亲自古而然嘛，那一篇应该你们可能有一些拍朗门，有一些3.1459比较早就是念书的应该会有背过，因为这个是古文的必选里面的嘛，所以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啦，对对对。对，文气论，文气说，这是曹丕提出来的。对对对，曹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了。朱家安，欢迎为主，晚安晚安。好，我们回来。反正呢，我刚刚原本是要决定要那个唱那个一首比较内敛一点点的歌，好，但是呢这个歌我希望呢，就是它是有力量的，好不好？我今天都没有去洗手，我刚好去洗手间嘛，记得我失忆了。可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再一首好了，不然我们再两首好不好？就是等一下再一首，然后再最后一首这样。啊，你们可以帮我按个赞吗？你们可以帮我按个赞吗？帮我按个喜欢，让这个演算法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吗？今天都没有，对啊，我今天是不是都没有去厕所？哈，我今天超强，超赞。好，不要学我，不要学我，这不是一个太好的。好，如果我有看到再想唱的歌再唱，没有就没有，好不好？没有我们就最后一首，好不好？好像什么都会耶。这个好了，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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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这歌我也是很久 N 百年没唱。好，我们再来一个。我要补歌名哦。等一下，我刚刚唱了什么？等一下，我刚刚是唱什么歌？我好吗的下面是步步跟终于结束的起点。OK， 我看一下歌单，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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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我要唱的歌是，这个歌叫什么？好 ，OK， 现在倒数第二首歌。来吧，OK， 来。
我是雨下在你身上，我失去了自己的形状，我看到远方爱情的模样。曾经孤单的彷徨，曾经相信，曾经失望，你穿过了重重的迷惘，那爱的慌张终于要解放。你是谁叫我跨脸，叫我勇敢的挑战全世界，在一样的瞬间里面，一样有爱与被爱的感觉。我爱谁也无所谓，没有谁能将爱情划界限。在一样的世界里面，一样的魔力全是更强烈。谢谢，感谢。那我先开一下 BGM。谢谢降落，感谢尤尼斯的降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是无名 life 的吉生，来自 Celestia Circus 的闪闪闪，欢迎你们的降落。嗨，你好，安安安安。
谢谢谢谢尤尼斯的降落。OK， 好，幸好还没有那个，幸好没有坠机哦，因为我们呢就是啊差不多时间了，竟然没有坠机哈，差一点点就坠机了，好险好险，竟然还在开台。对，因为今天比较晚一点开，对不起，今天因为有点事情 delay 了一下，所以。比较晚才开台，我延后了一个多小时，所以就有多开了一会儿。对，再一次欢迎这个尤尼斯的降落，欢迎大家，我是珊珊珊。要装到床挑，明天真的五点起床，回去太夸张了，不行啦，赶快去睡觉，水里赶快该睡了，该睡了。五点多啊，那我真的要赶快下了。六点多可以改吗？可以改就多睡一下，我觉得不要睡，就是还是要睡饱吧。好险呜呼，对对对，好险有赶上，有赶上，还有一首歌，好险有赶上，因为就是再如果再过来又坠机，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谢谢谢谢哈库的 SC， 也谢谢今天也谢谢公主治疗我的心灵，辛苦了，注意身体健康，平时记得吃饭，会我记得吃饭，而且我等一下还有那个高铁，我等一下还有东西可以吃，还有一点点东西可以吃。好，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这个爱情的模样哦。谢谢谢谢星送出的十个汇集，谢谢星，谢谢星。好，我们先来在等待汇集的时候，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这歌其实前阵子如果大家有听到，应该会知道，就是那个 Hebe 田馥甄去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然后里面呢，他去担任嘉宾的时候，合唱的就是这首《爱情的模样》，就唱的非常的好听，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哎，你是谁叫我狂恋？叫我勇敢，教我勇敢的挑战全世界。他其实是在讲类似那种比较性别平权吧的歌曲，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讲同志朋友们的视角的歌曲这样子。我觉得他写的就是很温柔，很有力量。你是巨大的海洋，我是雨下在你身上。我失去了自己的形状，我看到远方爱情的模样。这样就是跟你们分享这首歌。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听听看这个五月天的。跟 Hebe 的这个版本哦，好，恭喜维珠获得新创作汇集，恭喜这个 Rank 获得新创作的汇集，恭喜 Hey 获得新创作的汇集，恭喜静获得新创作的汇集，恭喜滋滋滋获得新创作的汇集，恭喜这个小鱼获得新创作的汇集，怎么那么多小鱼？怎么那么多小鱼？然后恭喜 Loom 获得新创作的汇集，恭喜 Apple 获得新创作的汇集，恭喜 J Lee 四伯 L。LL 吗？这是 II 还是 LL?LLXB, 哇，这有点难。恭喜 J 获得心中的汇集，恭喜令令获得心中的汇集。高铁好吃，但是我没买到酸辣汤，好想喝酸辣汤。再次谢谢心送出的十个汇集，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拍档的行列，欢迎欢迎。OK,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唱最后一首歌了，好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差不多了。然后最后一首歌呢，先选的啊，对，如果是刚进来的大家，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让演算法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帮我按订阅，可以帮我按一下订阅，好吗？那个订阅不用钱，可以帮我按一下。那我平常呢，就是歌回，对，就是我是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所以就是平常如果你们喜欢听吉他的唱歌的，吉他的那个歌唱，就是吉他配人声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追踪，可以帮我按个订阅。然后呢，可以来听我唱歌，每个礼拜都有歌回啦，基本上。好，然后呢，这个可以帮我按个喜欢，帮我个赞哦，让这个 YT 什么时候可以注意到我们哦，爆红十万就有唱片的啦。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就先这样讲。好，最后一首歌，我觉得放在最后一首歌其实没有那么积极哦，但是就想唱这个歌，没什么问题，就是想唱。好，抓一下 key 吼，动一下。OK, 好，来，就这个。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虽然没有积极正向，可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希望你们也能喜欢。就是我有讲过嘛，说听歌是要同理，不是要安慰，懂吗？来。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会
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我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感受陷阱，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感受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感受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好，来自阿桑的叶子，这首歌真的很走心哦，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歌。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他有两种版本，一个是比较轻一点点的，就是钢琴版本，然后一个是有很磅礴的那个就是伴奏的，就是整个那个乐曲很满的呀，就是有什么吉他、贝斯啊、鼓啊都有的。然后呢，就我觉得两个听起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这首歌很喜欢，所以跟大家分享，跟各位拍档跟三点一五九们分享。哦，我要把这首最后的歌补上去，好，大家等我一下。好，最后的一首歌，我的歌回我的歌单在这里，好，叶子。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好像最后一首歌应该要用爱情的模样，可是我觉得叶子这首歌也不是，它虽然是比较悲伤一点点，比较阿桑可惜，对，真的真的就是我记得是生病嘛，对不对？就是已经距今有蛮长一段时间了啦，所以就是哎，真的是可惜，哭着听完谢谢珊珊，不会不会，谢谢布丁，谢谢布丁。如果有可以唱到你们的心里面去，如果你们有一些感触或什么，也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就是这首歌的原唱啊已经离世了，已经去当天使了，然后因为是生病的缘故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这首歌真的我觉得很棒，它就是叶子，然后不会飞翔的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哇，写得好美哦。然后呢还互文，你们然后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然后这好像是我们的日常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其实喜欢寂寞，然后习惯寂寞，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坚强，让自己去消化这些时光，这是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要努力去做的事情之一啦。因为不会永远都是很热闹的，然后当灯火阑珊退去了，你知道，就是当灯关起来啊，然后你回到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角落的时候，那个孤寂感我们要怎么去消化，这首歌送给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很孤单，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没有人陪伴你，然后这首阿桑的叶子送给你，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着你，好不好？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我觉得其实它有它的意义跟它自己的好的地方在，所以这首歌送给你们，好吗？不知道你这时间在直播我播三个小时了，对不对？对啊，三个小时了，对，因为今天比较晚开始。好了，今天真的是太晚了，已经要两点半了。好啦，我们要差不多要那个下播了哈，所以呢再跟大家讲一下，谢谢大家今天来我们的歌回。那不好意思，我让大家久等了，那我看一下等一下可以降落到哪边去，偷瞄一下下，偷瞄一下下，我看一下哦，我们去扣达那边好了，他好像还在唱歌是吗？我看一下，对，他还在唱，我的天哪，好久哦，哇，他比我晚开，哇，他已经要第五个小时了，好可怕。好，我们等一下去他那边好了，所以等一下如果说还有，谢谢水梨的 SC， 端午连假有三公子的歌声陪伴，开心祝 idol 三公子的那个朋友们端午节假开心，连假时间都开心，他晚安，好，谢谢水梨晚安，谢谢水梨的 SC。大家晚安，辛苦了，也享受独处的时候，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要学会的事情啦。谢谢时下，端午快乐，南部中万岁，南部中万岁，赞，南部中，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这个祝大家连假愉快，祝各位3.1459，祝各位拍浪们连假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好好的充实的去玩，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安全，小心自身的行车平安或者什么出入平安之类的，然后身体健康也要小心，不要松懈了，口罩人多还是戴一下下，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充实的四天，然后这四天应该是有空有机会允许的话，我们会突发一下，就是如果允许的话，所以突发之前我也会先发推跟你们讲，看看我这四天在干嘛，好吧，有时间我们就来涂一下，应该会，我不知道，算了，先不要答应你们，等等没有涂然后被骂。OK， 所以就如果时间 OK， 然后有什么事情想做想说的话，我们可以就简单的来突发一下，好，到时候我也会再先跟你们说。谢谢 Yulia 的 SC， 谢谢 Yulia 辛苦了，不会，各位三天 4.59 各位朋友们大家都辛苦了，然后我们就连假过后见啦，好，如果没有涂的话就连假过后见，如果有涂的话就那个连假期间还可以再见一下，好吗？然后下个礼拜的周表，礼拜天，然后会一样会发给大家，好吗？所以
在等一下在离开之前呢，还没有帮我按订阅的，请你帮我按一下订阅；还没帮我按喜欢的，也帮我按一下喜欢哦，让 YT 可以尽早看到我们，然后推给你所有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家人哦，你的老师、你的同侪、兄弟姐妹、阿狗、阿猫、邻居、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推进来哈、哦，推进来哈、哦，让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嗨，加入我们这个拍档的行列哈、哦，拍档的组织。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对啊、哦，南部众万岁，南部众万岁，南部众万岁啊、哦，南部众才是第一名，北部众是三 D 油饭，不、下去。OK， 大家晚安晚安，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周边还没改是吧？好，我等一下去改，我等一下去换。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时候你知道，好啦，对啦，我等一下去换啦。333周边呢？好啦，大家晚安，拜拜。然后辛苦啦，辛苦各位3:14啦，大家辛苦了，大家晚安晚安，早点也不用早点休息，好像是，反正好像就是明天是放，不是好像啦，明天是放假嘛啊，如果说明天有要早起的，一定要记得要早起吼，不是啦，就早点睡啦，早点睡，不要到这么晚。抱歉，今天又到2:30，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如果说还有意犹未尽的话呢，我们就去这个。我们就去继续去听歌哈，我们去寇达那边去续摊，所以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呢，我们就去那边一起续摊哈。然后呢，等下我要边设定。那如果你们已经想睡觉了，怕吵到或什么的话，可以先就是等等就在就不用一起过去了，好不好？就我们就不尽力解散，好吗？哇，他也太久了吧，晚上10点哎，到现在，哼。OK， 好，那我们就听歌吧。那我们就在30秒过后转过去，好吗？那如果说要睡觉的各位3:14，各位拍到们，大家就晚安晚安，祝你们的连假都能够愉快、顺心、顺利。那如果要一起听歌的话，我们等等30秒后一起过去喽。大家晚安，拜拜。好了，出发了啊！南部众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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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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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